你他妈就花钱买小白啊？不是，啊、他妈，不是你还有脸来这呢？那、啊、你谁啊？我谁啊？那你来治安岗亭去报警啊！你报警啊！那你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东西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谁啊？你不要推我，天天骗粉丝是吧？我骗粉丝？我骗哪一个了？啊！我给你发私信，你回了吗？不是，我就纳闷了啊！你给我发私信，我100多万粉丝，我信息回不过来正常吗？平台有限制回复。啊！我不回你就我骗你，我扎你！我你妈这话说的啊！你先拍视频说在华强北买手机提你名字，人家给便宜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你什么？你自己翻视频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中大狗眼，我看清楚了。此设备已逾期限制使用，交租后联系商家申请解锁。你脑子有病吗？你他妈自己去租手机分期啊！不给人家还钱，你找我有命啊？不给人家还钱，不提你名字还好。提你名字，我多还10000块钱。来来，你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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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往这站，别他妈影响人家交通。来，你过来，来过来，你脑子有病吗？啊？你自己他妈欠人家钱，你让我给你还啊？这石头不是麦子，你也知道卖多少钱？我知道。对，你知道还了多少了吗？还了。我回去一算不对劲了，我操，我要还16000。不是，那是你自个的事，你拿着，跟我什么关系？我提你名字，他才这样的。什么提我名字？我卖手机是不是让你跟你们说清楚了？我说买手机尽量全款，不要分期买，不要动机，啊，它的利息偏高，我让你自个把控。好了好了，白哥。不是，好了好了，我刚刚太着急了，不是你这个手机，你赶紧带我处理一下。打住，你给我打住！你这个手机我查得很清楚，你的手机不是找我小白买的，你搞清楚。我求你了，白哥，刚刚是我不对。不是你求我，你他妈上去找我一圈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刚刚是我不对，白哥。我找你一圈看看的，你找我3圈都行，赶紧给我解决了。不是，那你找他退不就行了吗？找那个华美档口退不就行了吗？他给我撵下来了。啊，哦，我要是上去找他麻烦，他找人弄我，跟黑社会一样。玩这一套啊？你没提我名字吗？我前面都骗你了，我没敢提你名字。你在华美提我名字就好使啊。你赶紧带我上楼看一下吧，哥。我刚刚真抱歉，我给你买瓶红牛喝。来。这个事情我给你解决啊，走，咱们上楼找他，是不是他？就他，白哥，这个他弟。不是，你指什么东西？别乱指啊！你帮我们走吧，白哥。你他妈给我滚！你别逼我动手！把小哥放下来。我靠！这钱我不要了，白哥，我们走吧。你他妈再，你再给我说一句啊！我钱不要了，白哥，我们。你想干什么？别怕，你别怕，你他妈再给我说一句啊！好的，好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好。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？还有你，过来。过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。你说事有事情，没事就赶紧走。我跟你嬉皮笑脸是吧？啊？我是不是跟你嬉皮笑脸了？来，告诉他怎么回事。这手机你给我锁上了，你要不还你好几千块钱。锁的就是你，咋的了？有问题吗？我锁了。我讲话能这么恨呢？他不还钱我就锁，那我弄你个大逼兜子，行不行？你弄我就报警。他弟弟刚刚还骂我呗，别乱说。你挺会骂人啊！是我老弟骂的，不是我骂的。我就弄你两下怎么了？不行吗？行啊。结不结？结肯定是结不了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再跟我说结不了，你信不信啊？把你档口砸了，那你出不了华强北。你得给我钱我才结。不给钱我不结。啊，不结是吧？嗯，不结。你一共给了他多少钱？第一期加首付给6000多。6000块钱是吧？没事，这个锁我能帮你解。走，咱俩解锁去。刘月哥，你不要说话。你教会亏太多钱的。我管你啊！我帮你解。你会挺恨吗？我现在找你解决问题，你他妈什么态度啊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帮你解。能不能全款退给别人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给我次机会。操，兄弟们啊，就这么简单，不用怕他们啊，这些锁都是可以解的啊。有任何问题你们大家都可以找我啊，当然一定要是买我3台或3台以上的朋友们过来找我啊，其他没买过手机真不是不帮，而是说我实在太忙了，理解一下好吧。钱打给你了吗？打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还跟着我干嘛？不是跟你解决了吗？白哥刚刚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，但我现在没手机用了。啊，你现在没手机用了啊？那你现在要什么手机啊？你带我买一台呗。楼上给你成本价给你调一个啊、你15 Pro Max 16 Pro Max 要哪个？15 Pro Max 现在6000出头吧。
你带我挑掉呗，哥。挑掉是吧？好，走，上楼。这刚才我们家采购挑好的是吧？我抽一个给他啊。兄弟们，今天这个原色15 PM 跟16 PM 差距不大，16 PM 稍微大一点，但是像能省个3-4千还是非常合适的啊。6000多啊，看有没有个位的，给他抽个个位。哦，这个可以，充电8次啊。这个屏幕是完美的，可以吧？这台？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好，行行行，那就这个啊，就带下去打包。来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就是疯猫好的机器，我就问你。这个机器你拿到手，你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吗？我说实在话啊，别人夸呲从楼上7000块钱拿了一个16 Pro Max 256全新微机活着给你，拿个有锁的，拿个卡接机给你卖给你，你到手你也不知道，因为它的外观什么的都跟国行一模一样。然后呢，你以为我操，我捡到漏了百亿补贴。当然啊，百亿补贴是有部分的商家是靠谱的。那么你们想知道哪些商家靠谱啊？可以，百哥可以去帮你们试水。然后我接下来的为期一个月，我会不断的买百亿补贴的机器，帮助大家去试水，告诉大家哪些产品是好的，哪些产品是不好的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记得持续关注。